原标题，陈朝的皇帝全部都是正常死亡。陈朝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朝代，由武帝陈霸先所建立，此后又传四帝，共历经五帝，存始32年，公元557年，公元589年。但是奇怪的是，陈朝这五位皇帝全部都是正常死亡。太平2年，公元557年。